同样是星妈的应采儿也把仅有2岁的 Jasper 送去托班了。说起儿子，应采儿就开始情不自禁了。妈妈，我觉得只要是生儿子都会感觉到有一种谈恋爱的感觉。那我是个人认为是初恋，那种爱是有一种就是两个人相看相望的时候可能会就情不自禁的会接吻的那种感觉。这初恋的感觉可是让老公陈小春好一顿吃醋啊。他有一次就很不爽，就是因为我好像发了一个类似朋友圈说跟我儿子在一起是初恋的感觉，然后那天他就要帮我买饭回来给我吃，然后我说你怎么没有帮我买饭，他说你不用买饭啊，因为你初恋啊。